我是冯琳，来自浙江嘉兴。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四川成都的双胞胎兄妹，向来向往。我是来自湖南株洲，现在就读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BSBA 专业。我是来自广东，就读于电子信息的吴可峰。第一次来复旦，感觉整个充满了历史的气息，同时呢，志愿者都非常的热情，老师们也都非常的友善。今天上午上下了大雨，然后还拖了两个很重的行李箱，但是一路上都会有志愿者的学长学姐来帮助，然后就感到心里非常的温暖。我未来的研究方向是心血管直介入医疗器械，所以我希望在未来的研究生活中为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解决疾病上的困扰。希望的是可以通过自己这三年的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电子工程师，然后为国家的集成电路事业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希望我能够利用好在复旦的各种资源，多读一点书。我的目前的打算是有志于在学术深耕。我希望可以通过研究，大脑皮层的一些构造，还有神经网络的一些知识，来突破人工智能现在研究方向的瓶颈。我就读的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方向，马尔可夫过程。我希望自己在专业领域上有所突破。希望未来自己能够一直保持勇敢的心，然后不要过于焦虑，然后希望自己可以圆满地完成博士生活，顺利毕业。我希望自己在未来可以不忘初心，脚踏实地，一直向前。相信未来，不留遗憾。希望我能锻炼好身体，保。